这是今天你们拍摄的金三角的图案，然后这一块油画就很漂亮。然后三角这边一定会有一块空。 油花就很棒，密度很高、啊。其实不是每一尾鱼的三角的油度都可以这样，有的你会看到明显，它从这边开始大概三分之一，甚至于有的比较没有油花的，大都是红色的，看不到它的油脂啊。这个整个粉白粉白，哦，你看那个刀面，我大概弄一下给你看。好、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油脂程度就蛮多的。这块的这一个部位，我们就属于 Otolo 的部位了，在旁边这边，我就属于猪头肉，其实半个半肉的感觉。好、哦。对啊。 分解完这一块就属于纯的哦，人家俗称的沙嘎嘎，就是这一块哦，一定是这个三角状。后面呢就属于 Otolo 了哦，这块骨头在里面一片，到这边骨头已经不太看到，这边你就会看它的舌部的纹路会很明，这个就是 Otolo 的部位了哦。然后这个这一块就属于在沙嘎跟 Otolo 的衔接里这一块，我取一块沙嘎嘎，然后一块 Otolo。 嘎嘎，哦，好了，然后还有一个猪头，来，我们现在就直接解了。漂亮，哦，底下就是它的阿卡米，我们做一份套餐。先把皮下的，然后这半油半肉嘛，哦，上面就猪头肉，底下肉的部分阿卡米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，来。 油脂的分布就是长这样，就差不多。从沙嘎开始，沙嘎这里有一块骨头，一定要处理沙嘎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它筋蛮多的。 膜也很多哈，所以我就要处理的非常仔细。Otolo的部位哈，我们就取蛇腹段哈。这个就一节一节哈，就很像蛇这样，有那个一环一环的哈，我们称它叫蛇腹。 阿卡米，这个阿卡米非常的漂亮。我们一般吼、哦、切鱼，你要看，哦，真正厉害的鱼，它非常有粘性。
哦，它就几乎粘在油脂，它的油脂会稍微粘在那个刀面上面。然后，然后我们稍微要把那个它的筋，哦，它是由它的筋去构成。然后其实一尾鱼够有它的筋，就代表它的油花。它的筋是很软的筋，就像油花的树状管道一样。哦，舌腹也是哦，吼，舌腹的筋就更明显，你可以看到白白的，哦，一定要把它的筋去截掉，筋不截掉啊，就是这个部位虽然好吃，所以咬起来就是满口都是筋。可以啊，这样做这些工，小火锅就行了，不用单做，只要成分的去掉。还有，这个刚刚好没有看到。